期货商负责人及业务员管理规则，修正日期民国102年12月30日。 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一条，本规则依期货交易法以下简称本法第61条规定订定之。第二条，本规则所称负责人指依公司法第8条或其他法律之规定应负责之人。本规则所称业务员指为期货商从事下列业务之人员：一、期货交易之招揽、开户、受托、执行或结算交割；二、期货交易之自行买卖、结算交割；三、期货交易之内部稽核；四、期货交易之全权委托；五、期货交易之自行查核或法令遵循；六、期货交易之主办会计；七、期货交易之风险管理；八、办理其他经核准之业务。第三条，期货商之经理人除总经理及外国期货商在中华民国境内分支机构负责人外，应符合下列资格条件之一：一、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具证券、期货、金融或保险机构从事业务工作经验3年以上，成绩优良者；二、期货机构工作经验4年以上，成绩优良者；三、有其他学经历足资证明其具备期货专业知识及经营管理经验，可健全有效经营期货商业务者。第三之一条，期货商应至总经理一人，负责纵理全公司之业务，且不得有其他职责相当之人。期货商之总经理应具备良好品德及有效领导与经营期货商之能力，除由证券商或金融机构兼营者的另依其他法令之规定外，并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一、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具同等学历，具证券、期货、金融或保险机构从事业务工作经验5年以上，并曾担任证券或期货机构副总经理或同等职务1年以上，或证券或期货机构经理或同等职务3年以上，成绩优良者；二、期货机构工作经验6年以上，并曾担任证券或期货机构副总经理或同等职务1年以上，或证券或期货机构经理或同等职务3年以上，成绩优良者；三、有其他学经历足资证明其具备期货专业知识及经营管理经验，可健全有效经营期货商业务者。期货商聘任总经理，应事先检具规划人选符合前项资格之证明文件，报期货交易所审查合格转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备查后，使得充任外国期货商在中华民国境内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具备第二项之资格，并事先检具有关资格证明文件报期货交易所审查合格转报本会备查后，使得充任。第三之两条，本规则所称证券机构，系指证券交易法所称之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柜台买卖中心、证券商业同业工会及证券服务事业。金融机构，系指银行法所称之银行。保险机构，系指保险法所称之保险公司。期货机构，系指本法所称之期货商、期货交易所、期货结算机构、期货商业同业工会、全国期货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杠杆交易商及期货服务事业。第四条，本规则所称经理人，应依公司法关于经理人之规定办理，包括以向经济部办理经理人登记，或依章程或契约规定授权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为公司签名权利之经理人。第五条，期货商业务员除从事第二条第二项第六款之业务者外，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之一：一、经期货商业同业工会委托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暨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举办之业务员测验合格者；二、经本法第五条公告之国外期货交易所所属国权责机构举办之业务员测验合格，仍在执行业务之有效期间内，并有2年以上实际经验及经本会认可者；三、本规则修正施行前，
经本会或其指定机构举办之业务员测验合格者。四、依期货经理事业管理规则规定，取得期货交易分析人员资格者，前项取得业务员资格者，自资格证书所在核发日起五年内未办理登记或离职满五年者，丧失资格。本规则施行前已取得业务员资格者，自施行之日起五年内未办理登记或离职满五年者，丧失资格。第五之一条，期货商之内部稽核人员，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之一：一、依期货经理事业管理规则规定，取得期货交易分析人员资格，并具备证券、期货、金融或保险机构工作经验一年以上者；二、依前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取得业务员资格，并具备证券、期货、金融或保险机构工作经验二年以上者。本规则修正发布时，现任内部稽核人员如不符合规定者，应于修正发布日起一年内参加中华民国期货业商业同业工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暨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中华民国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或中华民国内部稽核协会举办之稽核相关业务专业训练课程30小时以上，但已担任期货商内部稽核人员达一年以上者，免除上开训练时数之规定。第六条，担任或直接从事第二条第二项所定之职务之董事或经理人，或担任受托买卖、自行买卖及结算交割部门之经理人，应具备第五条或前条所定之资格条件。第七条，期货商之董事长不得兼任总经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本会核准者，不在此限：一、期货商未兼营其他事业，并仅经营单一业务种类，且仅有单一营业据点；二、期货商将因合并或解散而消灭，且其董事长或总经理有辞职、解任或其他无法继续执行职务之情形；三、期货商经本会撤销营业许可，且其董事长或总经理有辞职、解任或其他无法继续执行职务之情形；四、其他特殊事由，期货商之业务员不得兼任国内外其他期货商任何职务，但期货商内部稽核人员、风险管理人员及主办会计人员兼任国外期货关系企业相同性质职务者，不在此限。前项所称关系企业，适用公司法关系企业章之规定。期货商受托买卖、自行买卖及结算交割部门之经理人不得互相兼任。期货商之下列业务员不得办理登记范围以外之业务或由其他业务员兼任，但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一、办理期货交易自行买卖业务之人员；二、内部稽核人员；三、风险管理人员；期货商办理受托买卖及执行期货交易业务之人员不得兼任期货交易开户、结算交割及主办会计等职务；证券商兼营期货业务，其业务员如具有证券及期货业务员资格者，于办理登记范围之开户、受托买卖、自行买卖、结算交割、内部稽核、自行查核、法令遵循、风险管理及主办会计业务时，的同时办理证券及期货之相同性质业务；证券商兼营期货业务者，其办理受托买卖、自行买卖及结算交割业务部门之经理人，的由其办理相同性质业务之证券部门经理人，且符合第三条及第五条规定之资格条件者兼任。第七项及前项规定，除其他法令另有规定者外，于金融机构兼营期货业务者准用之。期货商业务员之兼任职务行为，期货商应建立内部审核控管机制，以确保业务员本职及兼任职务之有效执行，并维持期货商业务运作之必要范围为限，不得设有利益冲突、违反期货相关规定或内部控制制度情势，且应确保期货交易人及股东权益。第七之一条，期货商之负责人不得充任银行、金融控股公司、信托公司、信用合作社、农、渔、会信用部、票券金融公司、证券业、保险业或其他期货业之负责人，
但下列情形